在场出席委员十五人，赞成者十人，反对者三人，赞啊。主席，这个训单该赞成者多数，本案通过。报告。这个训单该影响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按照讲，肯定不用按照讲。注意，然后又不让院长上台，都是这样。院长没有澄清报告，还说跟国人没有关系。你现在就是这样，没有拿到报告吗？不要讲到这种地步。我们不要拖延，不要做假动作。我们就说要，不要做假动作。这种反对太廉价了。开会时间已经超过十点了。陈玉珍委员，陈玉珍委员，主席要到议程开会。陈玉珍委员，主席要到议程开会。陈玉珍委员，主席要到议程开会。十点到了，已经三次了。陈怡委员，无效表决。你说无效就无效，不是我说的，都是你讲的，是你又不是我说的。他每次十点了，刚刚请我坐在，按照议程，十点十点，表定议程九点到十点，那天下午三点来表决。好，现在媒体都来了，来，跟媒体没有关系。主席第一次当天召会，请按照议程表。董事长不要一直拖延，谁拖延？是你们在浪费时间。好了，你今天有画面了啦。什么画面？这个很重要吗？我们要延长开会啊。我也没有你漂亮，这很重要吗？按照议程开会，按照议程开会，我们表定到议程点。完全按照议程在开。议程到几点来啊？是议程到几点？十点之前。主席宣告还没有表决，时间到了，开会有时间来，要开会了。你们都不在议事堂开会了，不要偷听好不好？在场出席委员十五人，赞成者十人，反对者三人，赞啊。主席，这个训单该赞成者多数，本案通过。这个报告，这个训单被影响了。这个按照讲，肯定不用按照讲。本次会议我们讨论小组讨论要点，完成审查后再进行卫福部业务报告。按照议程，组长要组长教育小组。教育小组啊，议程是到十点，现在宣告时间是十点零五分，已经开过超过表定的开会时间。要人家报告时间，超过表定的开会时间。我们党为什么要阻挡人家教育小组？民进党为什么不按照议程开会？表定时间是十点，刚刚十点，表演小组要先上台，我们讨论，宣告员会，我们讨论，我们里面延长，你们就要优先的，谁不想看？不想上个会，请你站过来，我先宣告员会，宣告员会要上台，宣布了。小组是我突袭成立的，我怎么可能会不想开？我们现在要看你要不开，我没有不开，你们都不按照议程，你们不能这样压榨。不守议事程序的，你不守议事程序，是你弄。刚刚表决是十点零五，已经宣告延会，所以讲话没有的，没有宣告。我们要开会，我们有意义。他宣告延会，我们有意义。讲话上台讲话就是延会了，我们有意义。讲话上台讲话，不讲话就上台啊。先休息十分钟，讨论一下嘛。本来就开到。要休息，太棒了！你们不要想要故意，然后又不让院长上台，都是这样。院长没有澄清报告，还说跟国人没有关系。你现在就是这样，不要误会到这种地步吗？不用误会到这种地步了。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做假动作。你们才能做假动作。国民党不要做假动作。每次都这样。你们这我们还这么认真，对照表都出来了，要讨论的。这个是我要求的，你们有说吗？是我要求的，好不好？你们今天早上才送进来，当然啦。我没有说他晚做，我没有。这个是什么？每个人都这么认真在这边读了。你们这些，我们这么认真在读，要看你的资料哦。你现在说不开会就不开会哦。别动吧，国民党真奇怪，自己要这个程序，然后又不开会。程序是到十点，对不对？十点，刚刚主席讲话该上台了，讲话该上台了。那这个，请问这个主席，他如果觉得说一个小时不够，当初是议程可以排一个早上啊，我们也没有反对啊。我们刚刚要提的是，整天都讨论，已经开始在我们也讨论，整我们也一整天都讨论啊，不敢讨论内容，你们都不要开会，就来讨论，他就来讨论呐，那就来讨论啊。我们说那今天那就来讨论呐。我们也支持，我们也不要拖延，不要做假动作。我们也就说要，不要做假动作。这种反对太廉价了，这种反对太廉价了啦！身为的案，然后不讨论，这种反对太廉价。身为国会多数党，竟然不按照议程开会，这种反对党太好当了。这不按照议程的，然后不按照。
今天早上太好当了啦，我不跟你吵架。今天早上开会的议程是九点到十点，如果要变更，当然可以提早讲。但是，我们想不要假装关心疫苗采购，假装关心。今天早上的这个是九点到十点。如果当初那个主席在安排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已经认真在讨论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主席当初觉得一个小时不够，讨论让大家实质安排一个早上嘛。我们想让大家实质讨论，拜托。太廉价了。程序正义也是重要的。不要耽搁议程，不要拖延议程，不要做假动作。陈玉芬，不要做假动作。做什么假动作？太懒惰了。什么巧？你要干懒惰，太懒惰。你们是多数党。你们是多少？主席也是你们。我们愿意延长开会讨论，你不给延长开会讨论，不想大家让大家实质讨论，不要拖延议程。我们没有不要做假动作。我们没有不给，不要一直讲。为什么不给？就是你在这里，我们要吵。我们要求按照程序开会。其他的东西都乖乖的在举手表决，就是你跳出来。程序要你不守程序。按照程序，程序就是你不守程序，不是你大。好，那我们讲程序。早上是九点开到小花都上台。来了，讲话都上台了，连坏了，我们没有反对，我们没有反对，但是你按照程序，我们没有反对，没有按照程序嘛？好了，要不要讨论的？要讨论的，来讨论的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来讨论。今天的议程是什么？大家来看一下，讨论的，让讨论实质进行。九点到十点，对不对？你们连程序规则都不遵守，议事规则都不遵守。我们想不要做假动作了。我有抗议，我还希望整天都开，又放到改一天也没关系。整天都，我还愿意说整天都排啊。我刚刚这样提议是这样子，我没有不要，是你们按照程序走嘛，对不对？按照程序走，按照什么？跟什么书有关？按照程序走。早上的议程是九点到十点讨论这个，那也可以宣告要延长。对，我们刚刚有意见，讲话上台发言的，我们刚刚不是有提议吗？我们刚刚不是有提议吗？说我们也愿意整天都讨论，那你可以把右报告移开嘛？因为我刚刚说礼拜三、礼拜四也可以，还有礼拜三、礼拜四两天一次可以移嘛？我刚刚意思事实上也是这样子，你们就要强行，对不对？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才去表决，这是无效表决啊！我跟你说，那我是局长讲的，你就业务报告到礼拜三。对啊，开会就是开会，业务报告往后移嘛的，开会按照议事规则啊，本来是、啊。我刚刚意思也是把业务报告后移啊，有照议事规则。没有啊，十点前时间到以前都没有变更议程了，时间到以前没有变更议程。稍微提前上线了好不好？对啊，十点前都没有变更议程。